那我们现在就欢迎，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啊校长严毅法师来为各位来祝欢迎和禅节，介绍。啊，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缘，啊，来跟各位啊互相来交心，来交心。啊，天地教。啊，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啊殊胜啊优秀的一个教门。啊，我还没有来到维新圣教以前，我就知道啊这个教门啊非常的殊胜。啊，之后我来到这个法门，我就遇到你们的一个大护法，叫做吴宏启。哦，这个大护法。啊，对我们天地教是啊1000%的加分。啊，在维新圣教里面，我的感觉是哇，天地教有这样子的一位护法，哦，吴大护法，我表示这个教门是不可思议的。啊，维新圣教也受到哦。啊，这位大护法给啊我们很多的鼓励，啊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他从第一步踏进维新圣教，我就看到了，啊，这样一步这样子走来。啊，我师父派我在主掌台中道场，啊，台中道场的最大护法就是他，啊，他来。啊，帮忙建设台中道场，啊，欢迎有空来台中道场，就在台中市的市中心，啊，这样子，啊，来这里礼佛。啊，维新圣教是一个啊包容的宗教。你们在天地教啊，你继续在这服务，继续在天地教修行，你不用动，因为。你既然会来到天地教，表示你跟天地教很有缘。但是，你可以来维新圣教学易经风水。啊，宗教你们已经很好了，啊，就可以来补充这两样，啊，智慧，两样智慧。啊，学好之后哦，你回去，啊，我们。啊，这个天地教来帮忙啊，这些啊叫同分啊，来帮忙这些同修啊，可以这样子来做啊。维新圣教说到消灾化解，这个是维新圣教的核心价值，核心价值就在。消灾化解，师父常常告诉我们，平安是人来到世间的最根本的啊，这种精髓叫做平安。师父也讲啊，他也要平安啊。我们看到师父坐轮椅生病。其实那不是他的业力呢，那不是他的业力。他的生病是为众生的苦，为众生的灾难来消灾的。他的脚断不是他的业力断的呢，是四自在王如来把他的脚弄断。为什么要把它弄断？因为要消除人类的500灾劫啊。他洗肾不是他的肾不好，因为他用他的血来供养。
用他的血来供养呢？你知道他的伟大，他没有，已经没有业力，他在天上界是一个非常大的大神，过转世来个这个世间，继续的弘扬。所以你看他有天分啊，他有讲刚才有天分，他能够看透血在哪里，看透一切我们看不到的，他都清清楚楚。他的生病是为众生的苦难，为化解众生的灾劫来生病，因为他来到这个世间做了太多的功德，那功德讲都讲不完。他连续二十几年每天为众生来加持治病消灾解厄，连续二十几年，而且举办了你看多场多少的大法会，到目前呢几乎没有一个佛寺，没有一个宗教来举办到目前26坛的水陆大法会。你可以去问问看，要举办26坛的水陆大法会，水陆大法会就是多搞的做酒一样呢，做酒了，连刷班机长当地位做酒了，你看这多殊胜啊！这些都是为了为国修道、为民祈福来做的。唯心正教的消灾化解可以分成四大层面：第一个从个人，第二个从社会，第三个从国家，第四个从整个世界，做这四大消灾化解。首先从个人，个人如果没有消灾化解，社会不可能平安，社会不平安，国家不可能安定，国家没有安定，世界就大乱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从个人先做起，个人有多少的灾难，那数也数不完呢。哦，我们不要以为我现在都很平安呢，但是下一步你敢保证平安吗？你可以保证说我在一年后都不会得癌症吗？你敢吗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一直要做消灾化解，从个人先做起。啊，有一次一位监察委员，已经20年前，他就啊跟师父结缘，他就跟师父讲，师父，我太太那一直破病啊，我自从搬到这阳明山这一栋别墅来之后，我太太都一直生病呢，以前都没有呢，而且给医生看呢，看那么久了都治不好呢。啊，师父就去啊。一看哦，你的厝出来吼，左手边吼，龙边有沙帽山。沙帽山，伊这委员嘛都熬嘞，又饿了。伊讲，啊，沙帽山不是在龙边有利好吗？伊讲，师公拍死，法无定法。你莫就是讲龙边压管就好了，有时间性的，有迄个泥温，有迄个泥垢，低温哦。这北阿南的两边袂使压管，压管厝内底就破病。你看奥妙嘛？啊，其他的拢袂要紧，干那坐这个响袂使。所以师就讲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你啊，化迄个灾劫，化迄个龙平迄条沙帽山的灾劫，安尼，你把迄炉灶搬来遐。我，迄炉灶，敢不是袂使去火平？师讲吼，法无定法，这个话就是师所教，叫做调虎离山计。你火是恶的啊！我得给调，把这个火给调来吃，调来吃。这一经的，这风水的最高境界，
就消灾化解了非常高的境界，调虎离山之计。鬼后卖给人家，这个换鬼了吼，监察委的太太都无得破病了，过过无偌久来说就是，甲太太甲太太甲输碎下，输哦，我即摆你看我破派啊了，破派，你看，从个人做起，从个人做起。啊你好，迄个委员都过来啊，都甲输讲输，伊最近是安怎投资拢未趁钱了，因为大概投资拢趁足趁钱。讲这事实了，咱人袂使无趁钱俩。俗讲，人做英雄，钱做大。你无讲你偌大啦，你落底也无钱哦，拢无大呀，对无？我嘛同款啦。身闻分文是万事难俩，袂使无钱。你住咧厝，你无钱你。马桶都未冲你啦，暗时啊就是冰箱嘛都未叮当，无钱，未啥哩，爱有钱。啊钱唔是万能，但是万万没有是不能。唯心圣教就是入我们不停，你入巴个这法门未散。你甲看，师父的理念，消灾化解，从个人包括事业的顺利。你讲这监察委员到处下未赚钱，输了甲讲个了嘛？入去恁家啦，安尼楼梯就位置啊中安尼落来啦，钱都一直涨出去，那楼会掉？伊本来拢会赚啊，伊就是来买这间别庄啊，赚钱啊，来买别庄啊。啊，别庄伊无想来讲，这间人建设公司起的，诶，楼梯在正中啊，啊楼水就流去大门出去啊。所以讲来我甲讲，你哦做一个屏风，你甲扎起来。钱就动起来，要流出的钱就收起来，你就赚钱啊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消灾化解啊，你袂使钱袂使流出去啊，身体袂使破病啊。这是咱中文从个人做起。我有一个学生诶，伊后生啊，六十外年厝尔，规身躯全病，啊就。我这学生家讲，老师，啊，我咧后生少年囡啊，啊，规身躯全病，食什么药剂未用哩，食什么心脏安怎，啊，食啊个，哦，讲未完，骨灰文症，啊，个人真虚，啊，啊，个医生看拢治未好俩，啊，当然来找我做，我就第一支挂就用意，一算，到底。咁阳宅甲阴宅问题是无？一挂现是讲对阳宅，已经足厉害呢，已经会当知影讲到底是阴体阴气的未顺，还是阳体阴气的未顺？马上就甲你讲啊！我讲讲，挂现是啊，但是我反正啊，反过来把它求证。我讲来，卖多一间厝，啊来，刷白金好无？有影了，病好。你看看，这有够赞的了！啊，顶无偌久，一个妈妈啊，啊，因查某囝就甲带来啊。哦，伊咧，迄脚腿安尼有一条筋咧，疼疼疼疼疼疼，脚倒有来。嘿，因过拢毋捌疼，最近讲疼个呢。啊，医生嘛当然看，看拢袂好啊，我就来找老祖啊，找咱这個大神啊，我就用意甲算，哦，就发现讲。伊个吼，公公甲婆婆咧求渡，啊，伊个先生嘛咧求渡。我讲你赶紧嘞，甲这公公婆婆甲你个先生，伊先生往生三十年呢，是不是？咱人甲咱相亲的是啥？咱的先生，咱的太太呀、啊。啊，你不要小看他往生啊，你就是往生就好啊，拢无代志啊。啊，没有，伊还痛苦。那就有一个师姐啊，爱到咧佛教界，唔知多济事。法师就讲，恁爸爸哦，拢去咧天顶啊，我拢甲办法会办办拢去咧啊。爱到来问师傅啊，问咱他多济师傅啊。厝内，阮爸有去咧无？师傅讲，
迄个法师都无去你记录世界，伊哪会知影恁爸有去哩啊无？啊，师是歹世界讲，伊乱讲了，但是用这作业出来话甲讲，伊哪无去哩，伊哪会知？意思讲无去哩啦，恁爸还搁伫遐害你啦？哈，还搁伫遐害？咱两个破病死哦，我讲哦，咱两个破病死哦，你阴间照常破个病，什么叫做遗传基因？有一个先生哦，伊得肺癌，骨得胃癌，来找师师公，马上甲问哦，你的爸爸有安怎死？伊讲肺癌，啊，你的妈妈胃癌有准无？伊的妈妈胃癌死。伊个爸爸肺癌死，所以这两项癌拢走来伊身躯，你有看无？表示伊个爸爸妈妈伊无甲超度好势。我甲你讲，唯心圣教的可贵在哪里？讲究孝道，唯心圣教是孝道的法门。你啊看，基班为二孔孔四年开始举办联合祭祖大典，一直办到即嘛十六七段。一直在做，制作台电，包括会当予人民安定，包括予社会安定，包括予国家安定，包括两岸和平，拢一定要靠制作，一定要靠制作。你若无制作，两岸无可能和平。你讲叫伊讲卖甲你拍，你讲是你咧讲的，临界不安。人界不安，社会无可能平安。所以咱每一个动手啊，你也足注重祖先。祖先袂使讲，我才生两个查某囝尔，啊死啊！我即满六七十岁啊，我往生去，祖先无人拜啊。你著甲你的祖先送去庙祠。我甲你讲，你苦难的开始，苦难的开始。先从苦难的开始，祖先辛辛苦苦把你饲大汉，饲到你即马老啊，搁有生囝，搁有孙啊。你个虽然生查某囝，查某囝嘛是囝呢，你都甲祖先都甲送去菜堂，送去佛寺，讲遐样听经闻法，错了。祖先免像你讲的讲，去佛寺听经闻法，有人上经好听，伊歹，伊要甲世俗所会。是是哦，你困低调哦，伊嘛起码一盖样，要甲你困低调。祖先的可贵咧，祖先的可贵，伊未计较是是安怎，但是咱是是也有志气。你也共岁数，你共款来甲祖先提来，吊咧你岁数，岁数遐。我讲这就是讲，你拢会用甲你的亲朋好友讲啊，我甲你讲这拢总一样，啊是安尼叫你来微信算吊读册。读册名叫做读册，实在是啥？来这接法的哦，老祖传的，不是咧传什么？哎、欸，读册迄个法了，天顶的法，上天的法。所以你也讲岁数，人无咧按祖先，不要紧，你就用下拿甲缀咧，啊，就甲吊咧，啊，就好啊，有简单无？你啊，人来个念讲，你来搞安怎先？我无安怎，我调咧啊！我随时赶咧就走啊！哎、欸，有影了吼，伊都唔敢跟你讲安怎。啊，你吼调咧倒位啊？上简单，调咧食饭的所在。你啊食饭都，阿公哦，阿妈来来食，做一食，配菜头啊，伊嘛足欢喜。一碗饭配菜头啊，伊嘛足欢喜，叫来食。你食饭就对你食，祖先偌欢喜咧。啊！三五时就甲摇，互底下害。祖先，你看，动动害，你有看？咱来甲你买厝啦！你也发心，咱来买厝。啊！我拍拼，我这时阵拍拼。啊！你甲我斗三工，我甲你讲，下一个甘蔗都我都买厝啊啦！我甲你讲，你不要看着自己苦底人照常买套地厝，然后厝来住啦。唔是你做大事业，你只好都买厝啦。你有决心。你甲祖先讲，你有友好，
你有敬重，你绝对会当买厝的啦，是不是？啊，厝免讲欠到钱到遮，才买，你欠一半，欠三分之一，就管甲台湾银行借就好啊。台湾银行会晓无？才搬钱来。你借钱，你莫借私人银行，你借台湾银行上赚。台湾银行，我因为趁钱借钱买厝，我拢借台湾银行的，因为伊不但卖通，佮卖了了就收散。卖了了收散俩，做细银行哦，迄了了跌当了，好钱行来行来行来，都跌当了，你凄惨嘛，叫我国行你钱，对无？迄时啊，足无自卑的呢。我学生有做银行的，我拢甲讲，你较自卑的，对吧？少人是哦，啊，你先用伊个生活嘛。哦，这个目前即马真善，但是伊会行你啊，啊，你要借伊，你要借伊啦。诶，真侪人拢足高言，台湾人拢足高言呢。咱毋是讲拢借钱，拢要共拗慢的呢。咱拢会行，只我啊，谁来袂行？啊，都足歹运的，都厝甲倒去，毋则袂行。所以，咱为敬祖开始，尤其咱女同修，你虽然嫁啊，公公婆婆你也较尊敬哦。公公婆婆这边的祖先你也尊敬以外，你原来娘家的老爸老母是天大地大，你知影厉害无？你无好我去敬你的西伯西庙哦，你要偌会发达哦？无可能。你要身体偌健康哦，无可能。你发挥拢啊，赶紧的，把你的生病生病，甲超度，包括男同修，咱这像阮这说素食的，恁某的老爸老母啊，你拢啊甲尊敬，叫阿祖国做神啊，甲讲超度超度。做一个查甫人，做一个先生，好的先生就是这样子，连太太的父母亲你都要帮他照顾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包括兄弟姐妹。我的爸爸妈妈虽然拢90多岁往生啊，但是有一届哦，我都人足艰苦，你知无？我足艰苦，我足艰苦，我马上用易经算，算讲我要来找，倒位找医生啦。即算讲，啊，哪会无？无天医啦，就是讲无医生管牙医啦。我看有几条，佫无几条，啊嗨啊喏，这大条啊咧，啊无医生嘛无几条甲帮忙，啊我就佫算，算讲，哦到底是甚物代志引起的？就算讲，哦英灵了，嗯啊英灵，我两个英灵拢办好势好势啊，我拢一直甲超度，啊即看较新，哎呦，即感觉我妈妈嘿，啊我妈妈在世拢袂甲我讲啊，对无？我是伊的后生啊，伊哪有可能甲我讲？伊也无啥问题，哪有咧空诶？到底老母咧甲惊讲，我当时啊摕几个囡仔，对无？哪有可能？当然无可能。啊，我算啊，妈妈下了，吼、哦，我都赶紧挂算，我赶紧来个超度啊呐，会好了，会好了，吼、哦，我都有够欢喜诶，赶紧打电话去试，赶紧咧，家婆，我算起来两个，我妈妈两个，哦，两个英灵，你甲写去，甲写去，下再甲讲，下晡现咯。安尼有劲无？你看灵有厉害无？所以我甲你讲，这你的兄弟姊妹啊，往生的细汉往生，你拢要甲帮忙，因为你咧修行了。你若无咧修行，伊袂插你，你无效。你咧天地教，这是一个好的宗教，好的法门。伊要求道，伊也找你，伊会找你。啊，你我着甲报名，报名，隔天工搁听了，你奇怪。好啊，哪会搁听？搁甲用意算，啊，夭寿无立钱，你知无？无立钱，我兄弟姊妹拢故意人，甲你同款，无立钱一去讲，哎呦，我兄无立钱，赶紧搁重倒落来，你听无？无立钱伊毋敢大啊，你看看这灵智有智慧无？哎呀，太可贵！我赶紧钱摕咧，开车开咧，赶紧甲揽落，啊，搁来拢好啊，甲搭拢好。所以我甲讲，我参加我话，你莫无立志哦，无立志，咱祖先拢总共转来。哦，即我就是要讲，咱人消灾化劫，为个人开始，这是师所传的。为阳宅，啊为阳宅就是风水，啊为建筑，安尼来做，啊嘛爱消灾啊。咱人有拢有先世罪业，你知无？
咱每一个人都有先世罪业了，咱累啊夹伊来的罪业咧。有一届啊，属于当阵拢伫生就是咧讲这些啊，啊，都一个先生诶，就带三个查某囝要来互师父加持。啊，师父一看哦，哇，这三个查某囝拢二十外岁啊了，拢用白的了，用白字牌了。先啊，徛袂起来，徛袂起来。啊，师父一看讲，哇，伊后壁拢一条蛇咧，一条蛇，蛇尾哩啊。哇，师父就知影讲啊，安尼先世罪业，古早唔知多是谁太蛇的啦。啊，这三个共丁的啦，老爸啊就是可能偷家啦，带三个新奴来太太啦，所以三个拢伊的查某囝，你知无？这经过足久啊的时间就来啊。阿叔就甲讲啊，咱阿叔歹势甲讲你太杂，叔讲来，你上这部经叫做《梁皇宝忏》，就摕这部经来。伊讲我不要上，不要紧，不要上，用看，用看就好，你也看，佛祖偌慈悲俩，迄经你也不要读的。尤其咱的爸爸妈妈，如果年纪较大，也是咱的亲人年纪较大，唔捌字，唔捌字咪用上经呢？安怎上？简单。你就叫伊经书掀开，啊，拢唔好就袂要紧。你就甲点香，点香，甲点个刀，点个刀，啊，就香卡，提香卡，甲点个字呀，点个字，字字甲点，啊，拢念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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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，安尼就好啊。你点到完，就是本经上到完，你知影厉害哦，太好了，家己上肖上顶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师就提一本《梁皇宝忏》回来，先生啊，啊，你提等。三个月尔，三个查某囝拢用行的，哇，厉害无？太厉害了，经书太厉害，宗教太厉害了。咱古早的梁武帝啊，所传的这《梁皇宝忏》太可贵。有一个嘛，有一个女菩萨，伊的婆婆九十外岁，拢裹在面尘海，啊，身躯哦拢烂，你知无？烂。拢未收缩，医生看了，伊个医生讲好转去啊，我无爱甲伊啊，你烂拢未好，啊，就来找老祖啊，啊，我就用易经甲算算讲啊，简单，你摕迄个三昧水忏灯上，会有影了，过两个月来讲，哇，康水咧收啊，康水收了，经济宗教的思想，结果的社会，有一届哦。我含叔出去弘法，回来哦，厝内底贼仔入来搬物件，搬了了。啊，太太首饰哦，摕了了，银仔摕了了，金仔摕了了，啊，摕了就好啊，安尼就无就好啊，人较轻松你听。阿伯门拢免关，贼仔拢未来。啊，我也拢无烦恼，嘛哈哈大笑，啊，就确定咧，甲叔告诉。啊，倒来贼仔都是卖了，搬了了物件，爱搬好诶，拢搬啊，剩歹诶拢无摕。啊，师弟咧想讲，我讲，你赶紧上经上地藏经，可以啊。因为吼，你先来丢石头，因为恁家附近即个无数男女幽灵要求道，就用偷摕，用附身咧贼仔来恁家甲你偷摕物件，安尼你才会注意。我都叫我上经上七天就好，我都上啊。开始上地藏经，足侪人讲迄地藏经无上诶，上了到底鬼啊拢会来诶，你都爱去倒位上啊？你拢要听伊讲，乌白讲，地藏经是不得了诶经文呢。地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为因老母开始诶经册呢，啥物鬼啊经，我们都不可以乱讲。我了嘛，阿哥讲上地藏经，阁无暗时啊上，你都毋免听讲，我拢暗时啊上，因为我拢无闲啊。因为拢做事业啊，我拢半暝啊上，啊，不过我拢无看到鬼啊来了，拢无上遐久了，冇看到。好，啊，就上好啊，啊，就未记哩，啊，我有去报案咯、哦。你有碰见物件要报案？咱的国家，台湾这个国家是法治的国家呢，
将你放的东西你就要报案，啊，你报案不要去警察局报案，用电话，因为你用电话吼，卡109啊，迄种国家锁定，迄种未甲你涂改，但国家是足优秀的国家呢，用卡电话甲报案，啥物都甲报案，尤其咱的囡仔去用牵你跋脚，啊是去用强按，你马上甲报案，你都唔免惊，伊也该你甲报案哦。你的孙啊，去读多一间学校，我拢知哦。我就会安怎安怎，讲愈严重个啊，你愈免惊，迄愈惊死。卡电话，尤其我捌拄到个新妇，啊去共借个地下钱庄，去往安尼，哇，还几百万，还佫甲借30万，还几百万，还佫唔放伊煞，简单去报案，去报案，你马上甲警卡电话，甲警察局讲。咱的国家是非常的优秀，马上刑事就来啊，马上就给你查啊，对不？台湾是不得了的国家呢，咱啊，大家共同来为台湾来修道，为台湾这个国家来努力来打拼。啊，所以我就上紧一了吼，啊，过年哦、喔，经过半年啊、喔，迄管区的为我到门口到街摊落车呢，来甲讲，哎、欸，田先生。哎、欸，奇怪了，咱这区哦，自你甲去用偷摕了，甲当拢无案件了，拢无案件，嘛无相拍，嘛无贼偷，嘛无毒品，拢无咧。嘿，那遐奇怪啊！我心肝咧想讲，哦，私下搞搞的，叫我上京，非要写呢，才有事难入幽灵。所以我甲你讲，咱岛附近未平安，咱岛附近有贼偷，有吸毒的。有小派，你拢赶紧的修行，你拢管修行，这是你的功德呢。你修行来有回向，哦，你邪呢这些，无数男女幽灵，柯兄弟，你为他来诵经，为他来祈福，有法会为他来祈福，安尼功德一件啦、啊。这些无数男女幽灵，这些柯兄弟，你也一出门哦，拢立正给你敬礼呢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超度他们，这就是一个社会啊！你看，维新圣教，大概大法会拢接受各地报领导附近，诶，这个路头路尾，报领导的山河西涧，报领导啥物，拢总甲规个台湾呢，包括铁路、公路。遐个无数人拢报来，甚至是一做法会，拢总为社会的安定。你来看台湾的，因为台湾铁路局诶林林山做部长的时阵，铁路常常出代志未平安，即马搁咧发代，顶无偌久搁发生代志，就是铁路无咧做桥道。林林山的时阵，事甲讲，甲铁路局长讲，来坐铁路。坐落到地铁路拢无代志，高速公路嘛同款，来坐坐高速公路，高速公路都无车祸。你看多伟大呢，社会安定。咱坐高速公路，咱家己开车去高速公路嘛较平安啦，是无？车祸你无爱共弄，人会甲你弄了，你知无？啊，所以为心正道，佫有传讲，要安怎开车平安？哦，这是釜底抽薪啊！你开车，你要安怎开车平安？台湾人民，永不成功妙的声。为新信教都跟你讲，讲讲免了开车平安，啊免了出来得平安，像这些问题，啊拢一直来做。社会平安，过来国家平安，为心正道一直做龙抬头的法会咧。二月二，当年的二月二，拢做龙抬头，今年特别了，龙大头的法会，为农历二月二号开始，连续做61天龙抬头，做了到第一天，2023年的2月21号。迄天一起段了，经过10小时，
美国华府特区打开大门，接迎咱的外交部长、甲国安会秘书长进入华府特区，这已经封锁40多年来啊啦！40多年来，唔肯让咱的台湾的这个属部长级的进入华府特区，伊阿强啊拢一直抗议，咱就坐龙抬头。今年2023年的2月21号，一做累到底，经过40多年，拍开大门，给咱的外交部长进入。啊，进入不是去洗一脸安尼参观者，洗下路就出来了，不是，马上召集因同级的部长来开会7小时，开什么会？免了顾台湾，免了顾台湾，这是破天荒的呢。啊，经过40天，国外。蔡英文总统去到美国，咱自总统以来，美国唔捌像蔡英文用这个大规格来个接待呢，都唔捌，英国拢是州长，个个州长尔，啊个个州的议员，这个唔是啊呢，这个第三号人物呢，众议院议长啊亲自接待，佮带19位的国会议员。用讲40多年来头一次的啦，而且这种接待哦，隔壁拢无抗议俩，无什么抗议俩，点点俩。你看这落座有厉害无？这龙抬头的大威德哩，啊，渐渐的台湾一直站起来，全世界拢要来跟台湾做朋友，是不是？这是似乎为咱台湾这个国家来做发挥。过来世界，想讲为2003年开始 SARS 头一届侵入台湾，迄当阵咱在座的拢知影 ，SARS 来到台湾时阵，比即马这个武汉肺炎更加恐怖，你会记哩无？咱第一届拄着哇，那就世界那就要灭亡啊啦，咱公车拢唔敢开啊啦。餐厅拢唔敢食，伊用拢关门啊！那个那种感觉，我印象有够深刻的啦。那有这种，那有这种疾病哈、啊？那家己拢遐惊遐啊！啊，那每届了后做了袂歹，啊，从开始过一届武汉肺炎就较无遐惊啊，你知无？咱就是有迄届经验。啊，迄届就是事马上找这個佛教界。40-50个高僧来做法会，老早就讲啊，这个法会做了了，经过几天，煞死就落来啊，很准的呢。哦，过来2005年，哦，2005年禽流感，啊，伊当阵的禽流感嘛足严重个啊，伊当禽流感就死人个呢，师傅嘛赶紧的，找这里、個、啊来做法会。嘛，让他平息，而且都有时间性。不然，2007年呢，臭氧层破洞，迄当阵咱拢会记哩。哦，臭氧层破洞，阳光哦，坍塌足侪物件，含冰箱的啥物，两枚都有问题啦，啥物问题啦，足侪啦。啊，羊啊啦，啥物牛啦，死一片天啦。啊，师父讲，赶紧，赶紧来做法会，来祈福。阿妈个平息，让那个臭氧层破洞平息，快会就结束哦，快会就结束哦。嘿，日内瓦气象局马上为世界公布，个臭氧层已经爆1/3回去啊！哇，太可贵了。啊，无伊当阵臭氧层破洞，天气拢变，包括寒天无成寒天，哦这样子，过来天坑地洞。2010年的天坑地洞，你若有看新闻就知啊，小小土坑就搭一坑足大坑的，而且佫看无底的呢。啊，施工你无赶紧处理吼，会发生啥物啊？发生迄个叫做长江大坝会崩溃呢，赶紧的做发挥，赶紧做。哎，等地母出面啊，地母地母出面来甲施工，你带到底啊？你上经上我地母经，我甲你帮忙。
所以当中说维新圣教隆重大家共同来送地母星，送到所有天坑地洞隆重平息。过来的2012年的富士山，那当中富士山有没有爆炸？韩日本都政府去紧张咧，因为日本冇公布，因日本的富士山，拢听到呼呼叫的声，啊，冇看到涂骹鼻气。阿叔赶紧在台湾哦，为日本富士山来做发挥。啊，做了，叔公当时啊也圆满，真的就圆满了。过来，过一届，过完美国的黄石公园，嘛开始要爆炸。哎呦，叔国做发挥，又让他平息。过来，伊波拉病毒，过来最近的 SARS。哇，煞死！迄则是精彩。2019年哦，2019年要过年啊，曙光来啦，赶紧来举办天公出巡。哦，就所有规个台湾50多个道场拢总我来，家己光叫啊，光天公诶，光天公绕境安又写台湾小贴啊，怎甲蹲蹲做这个学院28家，直接28家写。屯到台湾，把这个土地28家屯到台湾之下，怎底下说？先那边天公出巡，讲天公出巡哦，台湾好过年，你知无？啊，咱唔知啥物代志，咱拢戆啊。结果发话一了哦，过年一结束，发现武汉肺炎，你知无？武汉肺炎大爆发，哇！灾难开始呀！三年，叫三年，就这三年输了，一直做范围，包括请全世界阿拉呢，阿拉了，设立阿拉的名了，来个朝，来个做范围，来个供养，拜托这阿拉等于因所有国家大帮忙，等等来做。所以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，我就很简单来做，从个人、社会、国家到世界。维新圣教每一场灾难都是这样子来做，你可以用看最近的风台，最近5年的风台，和日本的 NHK 的报道，我奇怪，那风台那个台湾90度挖出来，你去看看历史，这都是维新圣教带领的同修来为国修道所带来的重大改变。啊，姐姐欢迎我们。啊，同修，你继续伫天地教好好修行，护持天地教啊，方便来维新圣教学习啊，有这个易经风水来给你带来平安，给我们的教门带来更大的发展。好，我今天就简单讲到这里啊，祝大家阿弥陀佛。佛，谢谢我们的田校长圆义法师。